那能不能普及一下？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特期待，接下来我们能看到你，不管是电影还有电视剧哪些作品，跟我们说一下。慢慢跟大家见面的，比如说9月30号的《中国机长》，我也有去客串，对，然后是一部献礼片。其实当时跟刘伟强导演在建军的时候就有合作。所以他后来又有邀约去那个，我就去答应了。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，还有《借王朝》、抵达之谜啊，或者说是《春江花月》啊，《恋曲1980》都会慢慢跟大家见面。这电影都是应该在你这个《亲爱的》之前拍的。《恋曲1980》和《春江》是在之后拍的。之后对，《恋曲1980》为什么叫这名字？是不是罗大佑那个呀？啊，对。哦，那个歌好好听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这是我们那会儿的呀。所以就其实对我当时也是一个挑战，就是我完全不知道1980年的是什么样的。那我、哦、你还没出生呢。对对，也是一个挑战吧。导演也好，然后所有的团队的人也好，在帮我去准备所有的视频、音频、图片，让我去感受当时的。世界和当时的年轻人对于文学、对于摇滚、对于梦想的理解。哎呀，这个电影适合我看呀！你演的是一个摇滚的啊，那倒也不是了，但是 disco。那你在电影里学 disco 了吗？这个还不能多说，对。但是因为我们到时候《恋曲1980》的采访的时候，再多聊这个方面。哎，你说的啊，你来啊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。